在到了这个火山，叫什么来着？乌兰不。不是，应该是什么乌什么兰达，这是地质公园，火山地质公园。今天是 Jackie 的最后，这是 Jackie 的最后一天，24岁，明天他就是25岁了。Yeah. 哇，后面看到，我们现在去爬火山，直接披头散发，走。我们现在坐在一个小毛驴上，小白。吹灭，来，手拿着我吹一下。OK， 上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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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寿星的，这头上这里蛮可爱的，寿星的午饭。寿星的午饭就是我。Jackie 的长寿面来了，还有造型。OK， 你的长寿面在哪？耶！生日快乐 ！Thank you。你今年已经25岁了。小女孩。
的蒙古包迎来最尊贵的客人歌声，满载我深深的祝福。尊敬的国来宾、亲爱的美女们、帅哥们，大家晚上好！欢迎大家做客蒙窝阔泰旅游度假中心来做客。我们首先代表热情好客的东道主，对大家的光临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及热烈的欢迎，欢迎大家。好的，我们接下来为大家进行蒙古族最崇高的礼节伊玛哈的敬献，一首好听的祝酒歌，献给你们，来给他掌声好不好？我太阳下起，明早依旧爬上来，花儿谢了，柳叶还是一样的开，绿小鸟一去无影踪，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，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。好大的雪，哇，看得到吗？现在，嗯，我知道。哇，下好大的雪，好大，好。现在是6:18的早上，我们想出来看太阳日出，但是。Jackie 现在他们我们要分别了，我们 Jackie 要开回广州了，我要回北京了，拜拜了 Jackie， 拜拜。现在今天太冷了，今天比昨天还冷，真的。大大昨天看的是，嘿嘿嘿嘿，拜拜了，你们小心开，拜拜，拜拜了哥，拜拜，拜拜。